家康，你给我去找十条幸福的声音。幸福的声音啊，对我来讲就是可以听到我家人围在一起笑的那种感觉，爸妈的微笑，我妈妈的笑声，就是当大家笑得很开心的时候，那个笑声，当一家人坐在一起说笑的时候，大家一起欢笑的声音。幸福的声音对我来说是感恩，跟你讲话的声音也好，或者是笑声啊，我觉得这个就是最幸福的声音。甚至是吵架的声音，我觉得也是一种幸福，因为当两个人或者是一群人连沟通都没有办法做到的时候，那个感觉是全世界最糟糕的感觉。